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 Chili， 欢迎大家来到名人站的 YouTube Channel。 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 LV 的小手袋。现在先跟大家介绍它的外表啦。本身呢，它这个是一个 LV 的经典花啦，做一个黑色米色的压花纹。做了一些包邊的全牛皮包邊，和雙拉鏈做一個金色的，這黑金的配襯都比較容易襯衫，和比較型款一點的。看看它裡面的間隔，它總共是有兩條拉鏈的，加上它中間的隔層，其實總共就還有三格的。另外最後這一格是可以放卡位的，八達通門卡。中間這個格數呢，其實都可以放到 iPhone 的細機的。銀包、卡包等都可以放進去的。它除了可以做一個 handbag， 還可以做一個斜孭，可拆卸的帶啦，可以較長短的。這裡有格數可以較長短的。我而家先校最短一格，试试上身先。袋是牛皮製造，但是很輕身的。如果大家喜歡這個袋，可以來尖沙咀名人站來找我買這個袋，亦可以在個名人站的 APP 購買。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條片的話，歡迎在底下留言 like， 或者是按個鐘仔去訂閱我們名人站的 YouTube Channel。 大家記得分享我這條片出去啦，拜拜。